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十住品第十五，正遍假象。这个经文不长，我们从头念一遍啊。善男子，汝当成佛威神之力而言此法，是时诸佛即于法会菩萨无碍之，无着之，无断之，无痴之，无意之，无识之，无量之，无甚之，无懈之，无夺之。这十种之里面，昨天我们学了第一个无碍之。无碍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四无碍辩才。那么向下九种呢，从无著一直到无夺智呢，都是四无碍智里面就是最后一条的要说无碍啊，全是说一条要说。那么这个也是大乘教常讲的七辩啊，七种辩才。我们学底下这个九句得先把七辩呢说一说啊，然后一一对照啊，就很容易了解了啊。这个是你看佛加持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了，必须要具备的这基本条件啊，智慧辩才呀，这七辩。七辩的第一个结辩，皆是明结。于一语中能摄多矣。讲经教学听教修行，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，特别是初学啊，可以说没有正德初信菩萨果位之前，通通叫初学。还没入门呢，准备入门啊，为什么不能够契入菩萨境界？在华严经说华严境界，这是由于我们迷失自信的时间太久了。于诸佛法了，总有疑惑，所以听教研经第一个目标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
经教确实有这个功能。啊，可是在现代这个社会，有缘的人不多。啊，这个经教里面呢常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啊，那这是不是佛的慈悲还有差别呢？为什么不度无缘之人呢？啊，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也都要搞清楚搞明白。那什么是无缘？那照佛经的术语里面讲，就是他的善根福德不具足。啊，这个说的没错，不好懂。啊，我们的说更白一点，更浅一点，什么叫无缘呢？你不愿意接触吗？这就是无缘。啊，佛家讲三个善根福德因缘，因缘有啊。你看在台湾这个地区，啊，到处都有寺庙，啊，缘不缺乏，啊，缘不缺乏。可是善根福德成问题，他不相信呐，啊，总是以为这佛教是迷信，是宗教，啊，特别是知识分子，不愿意接触，啊，接触是怕别人笑话，啊，这是什么时代了，还在搞迷信？啊，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例外，也是受这个观念的影响，不愿意接触，啊，问都不会问，啊，也可以说没有问的这个意念。那个一般真正这个去学说也好啊，这到寺庙里都见到出家人问什么叫佛啊，你看我们连这个都不会问。啊，所以跟佛的缘呢个个不相同，每个人学佛的因缘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佛才开八万四千法门，才开无量法门。啊，我学佛的因缘是从学哲学里面入门。啊，年轻的时候对于科学哲学我兴趣也是很广泛的，啊，什么都想涉猎一些，啊，20岁以后啊，对哲学就非常向往，啊，23岁来到台湾，26岁跟方东伟先生学哲学，啊，没想到方老师跟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啊，把东西方印度哲学都给我说了一个概略。
啊，最后一个单元呢，讲佛经哲学。啊，我就这么入佛门了。啊，他把佛教介绍给我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这个话怎么从来没听人说过？啊，佛教怎么跟哲学挂上钩呢？啊，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没听说过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看这个话多么吸引人。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。我说老师，你对于佛经哲学你从哪里学来的？那我们总得有个根源呢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在抗战期间，他在中央大学教书。那个时候，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。有一段时期他生病，有朋友就介绍他到峨眉山呢去养病。啊，峨眉山我也去过，啊，去参十年前。那是国家宗教局替我安排的，啊，去游这个长江三峡，啊，到峨眉山去看，环境呢非常好，啊，那是老师在抗战期间呢养病的地方，啊，这个学佛的源头，他是当时在山上。那个时候很落后，连电灯都没有。啊，那么山上对外呢交通非常不方便。啊，老是想看看杂志报纸啊，统统看不到。山上啊只有佛经，藏经楼了还藏了不少书，去一看全是佛经。养病的时间有好几个月啊，所以他天天看佛经，越看越有味道。他的佛法是从这儿来的。啊，有一些疑问呢，在那个时候抗战期间。确实这个四大名山呢还有真真有修养有道德有学问的高僧，向他们请教啊，向他们呢学习。啊，峨眉普贤菩萨的道场与华严关系非常密切。啊，所以方老师对华严经就有特别的缘分。啊，我跟他老人家学，他第一步就是介绍华严经的素抄，
清凉大师的素朝啊，清凉的学生总理也是了不起，有大成就的人啊。他最著名的是圆觉经的苏圆觉经的素朝啊，流传于后世。那么从这之后啊，方老师几乎就是没有一天呢离开今天啊。那么在台湾这段时期，我们看到了他的晚年啊，他老人家走的时候79岁，1977年啊，那一年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啊，到香港呢去讲楞严经，在香港住了4个月啊。我到香港讲经的时候向老师辞行，他身体还好啊，告诉我体力精神跟去年相比差很多啊。我到香港期间呢，他一直就在养身体啊。我回来的时候他老人家过世了第三天啊。那么这个是我学佛的因缘啊。他还告诉我，真正的佛法啊，那他都是讲佛经哲学，是在经典里面指出我的一条路子啊。真正想学，一定要深入经藏啊，这样呢，把我对于佛教从前能够误会呀化解了。如果不是像他这样的人，一般人把佛教介绍给我，我不会接受啊。不能相信啊。你说这个多难啊，我这一生要遇不到方先生，那这一生跟佛跟宗教就没有缘分。社会上这一个错误的概念，确实让一些知识分子对于佛法殊胜的缘断掉了啊。所以我非常感谢方老师啊。老师最后的一句话是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是非常羡慕啊，这认真学习。为什么？最高的享受，真的。他没有骗我。啊，我这一生确实是尝到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那是什么呢？不是地位，也不是财富。啊，心没有忧喜，身没有苦乐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这是佛法教导我们的。
啊，特别是《华严经》啊，虽然方老师当时把这部大经介绍给我，这部经很大，苏超分量就更多。啊，我们想得到这部经，可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可是我知道佛门有这部经，很重要。啊，我一出家的时候，心里面就念着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啊，确实，感应道教。啊，有一位老居士，有六七十岁。啊，我出家33岁。啊，母亲一百天。啊，他要供养我，我出家。啊，福州人，那我就向他要求。我说供养你不必给钱给我啊，你送一套经书给我。他说什么经书？我说华严经苏超。他哪里有的买？说香港有。哎，所以他就拿了这个钱，从香港呢买了一套华严经苏超现装本40册。无量的欢喜啊。啊，当然读这个很困难。啊，这个时候我已经跟这个李老师学经教了。但是老师叫我，他说这个经是大部经。你不要学这个啊，让我从小经学习，按部就班的来。我跟他学的第一部经是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小乘经，以后我读经才明了佛确实说过啊，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这释迦牟尼佛讲的。佛家释迦佛教我们呢，学习不可以劣等。啊，就跟我们念书一样，你得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那华严经是大学的教科书，不是初学的。暂时放下。啊，所以我就把这套书呢，就供养了台中慈光图书馆啊，我供养的不少书，一生喜欢读书。以后呢，我又得到一套同样的版本，完全相同。佛菩萨保佑啊，我供养老师这个图书馆那一套，以后就供养李老师。李老师在台中讲华严啊，就用这个本子。啊，那么我在台北也开讲华严经啊，我又得到一个同样一套本子。啊，那我这套本子呢，确实古书舍不得用啊。啊，我就交给佛陀教育基金会啊，这个书在基金会，让基金会呀照相制版，印1000套。我现在是用的基金会印的啊，这有1000套了，有一套变成1000套啊。啊，那么这个我学习啊，可以再上圈圈点点的，可以写字，没问题了。语言书不可以啊，
原书的时候，那是非常宝贵的啊，法宝啊，不能够损坏啊，就是印了1000套。确实，这部经里头啊，把我们许许多多的疑惑啊，都能断掉。啊，那戒辩里面呢，是一句话里面能够解释很多的疑问，这是修行真苦。真什么苦呢？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之后能做到，没见性之前还不行啊，还没有这个能力啊。这是佛陀的经上讲的佛陀说法，佛以一因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过得解啊，这才叫解辩呢。啊，第二种呢叫训辩，训是训俗，随问随答，训俗无知，也就是说。他需不需要考虑想一想怎么答复？不需要，随问随答，这跟前面不一样。前面是要开悟，这个没有开悟也行啊，但是决定是得佛菩萨加持。如果不得佛菩萨加持啊，做不到啊。这一桩事情老师也多次的教导我们啊。前面我跟诸位讲到啊，李老师教我一个秘诀，就是怎么样通事出世间法。你想学不可能啊，做不到啊。啊，这大藏经你这一生能学得完吗？四库全书你这一生能念得完吗？那不说学，他念的，一天念8个小时，念100年也念不完的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老师教我们一个秘诀，这个秘诀也是祖祖相传啊。中国古大德常说：“诚，诚则灵。”所以，精诚所至啊。经时未开，这个求感应呐！啊，众生有感呢，佛菩萨就有应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决定要相信佛菩萨。你要不相信，那这一条你走不到了。啊，一丝毫没有疑惑。我们初学这个上台讲经，真的是战战兢兢啊，小心谨慎啊。没上台之前礼佛的时候就求加持啊，啊，诚心从哪里表现？专一。啊，早年讲经也是2个小时啊，每天时间都排在晚上，晚上大家才有时间来听经。那可是在那个时代需要有翻译，
啊，翻译闽南话啊，因为同修当中啊有许多年岁大的听不懂国语，所以两个小时实际上就是一个小时啊。我第一次讲经是在台东佛教联社啊，那个时候佛教联社也是刚刚创办起来，明训法师啊，联社的社长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师兄弟啊，就邀请我到台东去讲经啊，讲阿难问世佛偈用经啊。我在台中没出家之前啊，住了一年五个月，三个月，就十五个月，在台中住十五个月，亲近李老师，学了十三部经，啊，不是老师教的，老师教是教一部经，啊，但是我们二十多个同学，啊，经学班，老师开这个班，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，我也参加了，啊，通通是居士，没有出家人，啊，那我会听啊，啊，老师教这两个同学，啊，也不见，我们是旁听，啊。所以我这个十三部经全是旁听听来的，因为我到台中联社晚，时间很晚，排名排的最后，他是按顺序来的，啊，我是最后参加的，所以名字排的最后，还没有轮到我，啊，可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真的有两个长处。第一个是记忆力好，第二个是理解力好，啊，这两个是学经教啊基本的条件，那这个我去做了，啊，我听老师讲经，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内，我有这个强记的能力，我上台去复讲。啊，把老师讲的东西讲出来，自己不能加东西进去，完全依照老师的啊，这个方法是几千年来佛门里面培养法师唯一的一个方法啊。那个时候没有佛学院啊，老和尚身作讲经，学讲经的人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坐在前两排，那是学讲经的。老和尚讲完之后，学生们呢复讲，叫复小组，啊，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。复讲完全讲老师的。不能加自己一点意思，也不能去找参考资料加进去，不可以。老师怎么讲，你就怎么讲，漏掉没关系，不可以加。啊，我的能力大概能讲到 90%， 还要多一点，有这个能力。那都班上像我这个能力还找不到第二个。理解力强，所以有这个能力啊，我学得很轻松啊，很愉快啊。啊，老师教的两个人，他们都还没学会，我在旁边已经学会了。啊，所以我无形当中我就变成老师的助教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老师讲经只讲一遍。
你要专心听。如果你要是听漏了，你想让老师的时候再讲一遍，老师这一句我不清楚，要怎么讲话？啊，老师你过来，不是呵斥你一顿的。啊，老师常常手上拿的扇子，他就打你，打了之后怎么样？还是不讲，不跟你讲。他说，如果我打了你，骂了你，我还跟你讲，你还有侥幸的心理，不要紧，没听会，顶多挨打吧。啊，还是会讲，打了也不讲，这就没办法了。现在同学子们就来找我，啊，我能记住，我给大家讲，啊，这个事情可能老师也知道。啊，我有这个能力啊，啊，所以在那里住了一年三个月了，老师教同学们讲经，我在旁边全学会了。啊，这是我在没有出家之前学了十三部经，所以一出家呢，我就去教佛学院，啊，在台北教佛学院，教佛学院呢，佛学院老师很多啊。啊，那我们这一部一个经典的时候，好像一个星期只有一堂课两个小时啊。那么一个学期才教一部经，三年毕业的时候我才用六部经，我还有七部经还用不上。我从这个地方体会中国传统的教学法高明。比现在学校高明多了，他真的是讲求的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你头脑里一天到晚想的只是一部经一桩事情，你的精力精神都能够专注，学得快呀！啊，诸位想想看。啊，我在李老师那里住了15个月，学13部经啊，每一部经都能上台从头到尾讲过。哪一个佛学院里头毕业的学生有这个成绩？啊，所以以后啊，我也教过佛学院。我也办过佛学院，感觉到我对不起学生，我用这个一般这个方法对不起学生，所以以后我再也不教佛学院了。啊，那培训弘法人才怎么办呢？那就是没有别的，就是佛教，佛教宗。啊，所以有人问我，法师，你要真正发心呢，要培养后学弘法人才啊。啊，我说我是有这个想法，没福报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我自己对自己很清楚啊，过去生中，就是经上讲的。修慧不修福，啊，慧解有，福报没有啊。你要培养学生，你需要有个处所。我这一生没到场，都是寄居在别人道场。这个主人一不高兴了，我就得走路啊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释迦牟尼佛把弘法利生这个护法的工作付托给
过往八成。啊，佛法传到中国，也是帝王大臣、长者、大德们他们护持啊，佛法才能够建立啊。啊，佛弟子的出家人，他不管这个事情的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最好的示范。啊，所以佛法能常住在世间，靠什么人？靠护法。啊，护法是真正修行，他懂得。啊，他护持。啊，所以我这次回来看牙齿，遇到一些老同修，啊，七十年前的老朋友，啊，还有我没有出家的时候就认识的老居士，啊，现在见面他比我大，大我十几岁，九十多岁了。啊，见面的时候，啊，他也恭喜我有成就，我说我很感慨，啊，在个人上成就是有一点，但是对佛教没有贡献啊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护持。啊，我在灵济寺出家，当年灵济寺的方丈是白胜老和尚。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好啊。啊，我出家为的是讲经教学，我是为这个，我不是为做法会、做金蝉佛事，不是搞这个的。啊，而老和尚希望我放弃讲经教学。啊，他自己也办了个三藏佛学院。我一出家教这个教学就在三藏学院。啊，但是他希望我放弃初衷。啊，参加寺庙里的一般。啊，第一。这种形式的佛教，我是因为这样子才离开的。啊，所以很难过啊。这我跟老居士谈这个事情啊，五十年前的事情啊，我说如果老和尚那个时候要能够允许我在寺庙里面常年讲经，我每天讲经不中断五十年，你们想想，对佛教就产生影响了。啊，哪一个寺庙里面法师在你讲经五十年？五十年的讲经，我能够培养讲经的法师至少有20到30个人，佛法真的兴旺起来。可是没有这个缘呢。啊，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热心。啊，你想自过以后韩馆长过世之后，我在新加坡居士里，啊，算是99年过去的。李默元居士护持。啊，如果李居士真能发菩萨心，啊，不听信谣言，啊，不要让别人破坏我们的关系，让我安心在居士里
讲到现在也十年了，一个道场能讲经十年，也了不起啊！啊，但是我们住了三年，就有人破坏，我很清楚啊，很明白了。啊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他对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始终是感恩。啊，我们离开居士林，决定不能够批评居士林。啊，林牧原对我们的恩德，我们要感恩。啊，只念别人的恩德，不念别人的过失，这是我们学佛在佛门里学到的。啊，心地要厚道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福分。啊，想替佛教做一点贡献，没有机会。现在年纪大了，还有十年吗？很难讲了。中国古人谚语所谓73、84，阎王不请自己去啊。啊，我73过了，明年84了。人命无常。啊，缘没有了，但是重要的原则，我就在讲经时候常常提醒。抓住这个原则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如果诸位有福报，能在一个寺院，能在一个山头，啊，最好是离开城市，清净的环境。十年不下山，如果你在30、40岁，啊，真的在山上闭关10年，十年怎么学呢？首先把根扎稳，根是戒律啊，啊，我常讲的。儒释道的三个根千万不能疏忽。啊，儒家的根弟子规。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。佛家的根十善业道。这三样东西用一年的时间把它落实。这是属于戒律。戒律不是念的，是叫你做的。那你用一年的时间把这个做到，然后再选一部经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就是这一部经，你好好的学它10年，就通了。那10年这么长的时间呢，在我想，这一般呢，古人有例子，我们能看到的，3年到5年，你就得定。专学一样嘛，你不分心嘛，他心就定了。啊，所以你看，有戒有定。啊，得定之后，3、5年没有不开悟的。啊，悟有大悟，有小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啊，大彻大悟不敢讲啊。大悟肯定可以做到。如果有大悟啊，这个训变就有了。啊，你有戒定慧的功夫啊，时时刻刻跟佛菩萨感应道交。啊，这个里头最忌讳的是求名闻利养，那就坏了。有这个念头，就把你的功德破掉了。
啊，不可以有名闻利养的念头。这个一定要懂啊！啊，成就自己才能够帮助别人，自己不能成就，拿什么帮助别人？啊，念念呢，心里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正法就住，靠修行。普度众生靠教学，佛法是佛陀的教育，不是迷信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那是没有老师怎么办？啊，你只要把自己基本功做好。啊，基本功在德行上，就是落实三个根，这个做好了。啊，然后呢，学文言文，因为佛经古人翻的，古大德的注解，那是非常好的工具。啊，他来辅导我们。帮助我们深入经藏，也都是文言文写的啊。那你不能不学文言文。文言文怎么个学法呢？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告诉我们同这班同学们，要认真学文言文，从古文观止学习啊。古文观止总共收集300多篇文章啊，老师告诉我们，你能够熟读，你能够背诵50篇，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文啊。这个佛经翻译的文字上障碍啊，你就突破了。50篇呢、啊？啊，一个星期背一篇呢、啊，一年就成功了。这文言文的钥匙就拿到了，你就有能力看四库全书了，就有能力看大藏经了。这工具，这把钥匙。老师说，如果你能够熟背100篇，加一倍呀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这个话非常重要，因为现在多少人想学不得其门而入啊，从哪里学？你懂得这个方法，你自己可以成就啊，不必找人呐、啊。那么在台湾，过去《国语日报》每一个星期发表一篇文章，啊，古今文选。啊，现在虽然这个不再有了，但是从前那个分量很多，好像现在是精装本呢，14册，每一个字有注音，你看你省事啊，不要查字典了，而且呢，每一个字的时候有详细注解，太理想了。那你拿到这个东西，你老师就有了，啊，自己。可以自修，可以成功啊，锲而不舍。你有这么几套书的时候，10年下来的时候，我肯定相信你的成就啊，超过第一流的博士啊，你的修养。你教学的能力也是超过第一流的教授，只要闭关10年就成就了。如果有志同道合的
两三个、三四个朋友，大家在一起还可以互相切磋诸物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因为现在是乱世，障缘特别多，只有靠自己。善知识在哪里呢？老师教导我们，古大德就是我们的善知识，就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们今天学华严经，找什么人来教我们？找清凉大师。我们用的是清凉大师的注解。清凉大师是我们的指导教授啊。我们另外还参考一本《华严经合论》，李长者、李通玄居士做的，都是唐朝人。我们找到这两位老教授啊，来教导我们。那还会有错吗？所以老师今人找不到，就找古人。